谁说台北不好玩？今天紫色大道城男女主角失忆男，嗯，在米行里面，我觉得就是小鲜肉。哎，那就在这啊，肉好大啊，太好了。老爸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讲？你刚刚说是新台币啊。大 baby 林文怡会让那个甜味的层次更跳，对，所以是那个完全不一样，虽然都是甜。你有吃点吗？要借你一本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重游大道城，教你百年大道城的新玩法。没安娜胜，没安娜加，猛英雄撩盖。这次我们的大道城一日游，跟着颜值帅哥美女嘎就丢啊啦 ！Oh my god， 胆固醇大破表，帝王级的葡萄虾首次登场。老板，这什么虾？葡萄虾。葡萄虾。我跟你说，虾子啊，通常这种东西就是要把它削掉。对，就要把它削掉。小姐，你要拉的这个可是葡萄虾的精华。这个不是虾肠吗？市场里的秒杀红烧肉，六个部位让你一次大满足。松板猪，对，好好嫩哦，好甜哦，完美。这个是我现在目前为止的第一名。游客最爱。回味超薄零嘴，竟然薄得像一张纸一样哎！你比较差的东西给他们吃，拉比比较差哈。我们看看这个，透光了，透光，好薄啊！对，好，老陶跟说0.02就是0.02吗？我不相信，肯定0.02，那就来0了。周末即将到来，赶快规划不一样的小旅行，感受人情温度，玩出旅行深度。颜值帅哥美女带路，玻璃大道城安诺色。来到大道城，怎么能不好好认识一下这个有很多文化历史的地方呢？大道城的范围很广泛，包含北门以北、台北桥以南、西陵大道城的码头。日据时期啊，因为出口贸易造就了大道城前所未有的繁华。虽然现在大道城的风光不再，但依然保有旧有的建筑跟伴手礼。年货的贩售，想从老台北里面挖出新东西，一定要让穿梭古今的帅哥美女带我们去挖掘新的玩法。大小 baby 回来了。超级多，那你觉得我像吗？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差，可能光就那个嗓门的部分哈，就差很多。哎，可是该不会今天我们两个要这样hold一整集吧？哎，没有啊，我跟妈咪约啊，在那边啊，我们去看，去找他们。好。虽然，其实你在我眼里呢，我觉得就是你是一个非常会做菜的，然后会做甜点，孝顺妈妈。会演戏，会唱歌，我还真不知道你也会画画。画画当然要专业啊，因为我最近哈，就是接了一出戏，是《紫色大道城》，我在里面饰演就是画家。回头跟人家探钱，我是不知啊。不过这把刀写到流传足久的哦，有可能哈，用尴尬这间厝留过较久啊，流传成功。画画最重要，要抓住什么这样子的精髓，你才能够画到很。妈咪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老公，啊，你从戏里画到戏外，哎。是啊，因为我忠于这个角色。小鲜肉，帮妈咪画画画。帮你画画，画完之后，妈咪就是王祖贤。王祖贤，嗯。妈咪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跟你换个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位置就是。男哥会有点这样，我换个位置，这位置给你，好的好的。所以你们这部戏就是讲当年大道城的所有的故事吗？对，因为就像宝妈说的，因为男哥在里面饰演的是那个茶行的少爷，是，那我也是大道城这边非常就是大户人家的千金。嗯。阿丽啊，小舅，为你问的啊，送完了。哇。小将来，大家都有练过呢。恁两个人吼，不管是年纪还是学问，拢真速配啦。我要做厨爷，嘛需要爱顾家，还佫会带出门见世面的太太。太谢啦，彩云。
你别听伊乌白讲啦。明珠姐啊，你唔要烦恼啦。原来你讲话声音这么好听啊！我就是你刚才要求。看我们那个戏是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1920年代的大稻埕的那个繁荣，是，但那个是黄金时代。来小米田哦，小米田，好啊，好啊，来，明星。大丢丢，我回来啊！所以这边你们很熟喽。开玩笑，丢笔丢笔了。在大稻埕拍多久？拍了半年。这附近的吃喝玩乐我最熟，我带你们去吃好料。确定吗？当然确定了。但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拍戏太辛苦了，我就先带你们去吃一家梦幻美食。梦幻？好了好了，乖了乖了，帮我去吃梦幻美食。走，好，去看看吃看看。鱼啊，龙虾好，没了。还有一个人，这个还好，这个叫还好，就还 OK， 就我们都对，我们不要录了。不是，等一下妈，不要录了，觉得太小看九体吗？他们好野人小看我哎，是没错。可是我想问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虾？姜姜姜，哇，我真的是，不是，这是宝妈哎，这是什么？宝妈，银山吗？不是，我跟宝妈。叫金壳胭脂虾，胭脂虾，有有有，这个我们好野人一定会听过，胭脂虾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，是真的，我没听过。老公你要听我，好好好，大大意外的，真的，再来就是这个了，宝贝，给他们看，哦，那每次绕亏的啦，这里的虾子都好大，这是什么虾？妈妈，这什么虾？这个是大海草虾。海草虾，这个超大的，帮你的脸比一下，跟你的脸比一下，比你的脸还要长。这个草虾的肉质就越大只，它越 Q 越好吃。再来，这个不知道，颜色怪怪的虾。老板，这什么虾？葡萄虾。葡萄虾。它是葡萄虾，这个颜色，紫色，真的，所以叫葡萄虾。紫色是为因为它吃葡萄长大吗？葡萄没有长这么尖的。这是因为它的虾膏外层那一层薄膜紫色的。对，所以它会透过虾壳出现这样紫色的光芒。没有看过，居然有个虾子叫葡萄虾，虾子就虾子，还葡萄虾，可是对啊，怎么吃？葡萄虾它的身体啊是比较偏 Q， 但是没有草虾那么 Q， 所以生食是它最好的吃法。生食，你能够尝到它虾的甜味，生吃。所以老板，那既然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生吃，那你生，你先生吃，生吃看看，绝对没问题。哇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一会都马上，好，好不好？现，哎，等一下，妈咪，为了表达我的孝心，好，跟你说虾。通常这种东西就是要把它挑掉，就是一个一个一个要把它挑掉。小姐，你要拉的这个可是葡萄虾的精华。精华吗？这个不是虾肠吗？不是，这是它的虾膏。虾膏？虾膏怎么会长在背上？因为它的虾膏很浓郁，它会从虾头一路这样子灌到尾巴，所以这一条是它虾膏的管道。哦。所以这是也可以一起吃进去的。当然了。好，客人先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就这样子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拔吧。好。这应该要怎么吃？你们拿，你要不要教我？你们拿了，来吧。我来好了。哎呀，就麻烦你。大家好。来，首先哈，吃这个虾的时候啊，先把身体跟头这样轻轻的旋转一下。好，先把它。转一下，对，旋转一下，就出现身体的部分。哇！哦，哇，你的紫色好长啊，紫色的虾膏，我连它头都要拿出来。原味最。
最新鲜，是这样直接。就这样给它吃进去了，顺子的。老板，你就拍广告。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不要说它，不要说它。好。哇塞！忙怎么样？哦，来换我。换你。哇，你很顽强，一点尾巴都没有留。看到这个紫色，还是会有点惊惊哎。对啊，没有，完全，你相信我，真的。好新鲜。真的。哎呦，哇，真的。觉得怎么样？口感大概？好吃，好甜，很甜，很甜。而且，它很 Q 弹，很 Q 弹，很 Q 弹。有一点像在吃那个果冻，然后但是它是有嚼劲的果冻。我就说这一只葡萄虾裹着满满的胶原蛋白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知道，因为是不是它那个舌头啊，跟那个我们那个口腔，它是会有这样黏黏那种感觉。没错，而且你知道完全呢，完全海鲜的腥味，完全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那个味，就是甜味，真的，妈咪，很鲜甜。哦哦，姐妹们，这紫高葡萄虾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试试，因为全世界就只有日本跟台湾才有，在日本甚至还有梦幻虾的美名哦。五百大哥讲，这个虾头要是越紫，身价就越贵，因为产量少，有钱你还不一定买得到哦。你以为这里只有葡萄虾才是 number one？听五百大哥讲，够熊厉害的梦幻食材还正要上场哦！耶，我们的烤虾好期待哦！肚子饿。哦，哎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金壳胭脂虾做烤的了。哇，它的颜色好红哦！真的耶，你感觉？新鲜的，完全跟这个颜色是有落差的，真的，哇，好野人，好野人。刚刚那个胭脂虾是有一点点桃红色，可是现在这个颜色已经是橘的色，橘红色，对，直接吃了，不客气，真的，好吃。哇，你这个虾好短哦，超短的耶，好好吃哦。这只虾平常一定很常在运动。非常非常的结实，没有常被鱼追，哦，被追到它，它是很奋力的这样游，对，那个鲜甜度都够，对，我觉得生的那个虾比较吃起来是那种有点带清爽的感觉，就是那个甜你会觉得是很清爽，然后没有负担那种，就是很自然的甜。但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是烤过嘛，还有加盐巴，所以就像宝妈讲，它那个会让那个甜味的层次更跳。对，所以是那个完全不一样，虽然都是甜。你好吃点吗？要借你一本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老板，好厉害啊！一人才一只啊！这样有点一个对啊，我们对啊，才一只啊，继续下来要还有吗？所以更加澎湃，没来呀、啊。刚刚这些都是自己，我们这两种虾已经觉得好澎湃了，对啊，我们好感恩哦。对，只是前戏，还有多少事而已，是不是？哇哇哇，这个太夸张了。这个什么虾都有哎。哇塞，老板，你这个虾有名字吗？有，这个就是本店菜单上看不到的，叫什么？油垢虾锅。老板，不要当真，油垢虾锅非常当真，真的假的？有够虾锅哈，是我们店的隐藏版菜单，它用的就是那种类似像刷刷锅一样的吃法。老板，我想问，这么多虾，可是它们名字好像只有刚刚有几种我们看到的。刚刚我们看到的虾呢，刚好在中间都是主角。那我们有够虾锅哈，它主要着重在两个重点，第一个是种类多。OK， 总共几种在里面？我们一般都是准备八种。对，一般准备八。八很好，就是八。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数量多。这个虾锅最主要它所强调出来的就是一种纯粹的口感。是，对。那纯粹的口感呢，最需要的是有好的高汤去支撑。来。
高好的高汤就在这里吗？哎，是，感觉打开会发光的那一种。而且这个汤上面完全是清的，然后没有那个油脂什么的，一般看到汤是会有油脂在上面，好清哦。哎，有干贝，干贝，干贝。老板，所以你们这就是用干贝跟昆布去熬的，就是。是的，那在使用我们的那个油垢虾锅之前呢，一定要先让各位尝一下这个汤的原味，原味，原汁原味。虾进去了之后啊，它的味道会完全不同。我们先喝一下原味的高汤，到时候煮完煮过虾之后的汤，再喝一次啊，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干杯。因为闻着就很香。淡的昆布味，可是不会说让人家觉得说没有味道。哇，这是这好喝，师傅的真功，这个好喝，这真的，而且有天然回甘的感觉，对，真的，对，而且那个整个喝完，嘴巴里面都是那个昆布的味道，好舒服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，接下来。我们要来吃虾了，我们刚刚从重点虾开始。好，刚刚我们吃了盐烤的金壳腌制，对，我们就从金壳腌制开始。哇，好红啊！哇塞，这好大，直接下去。哇塞，这样是对的吗？这个火锅实在是太虾了啦！一个锅里面就有胭脂虾、金壳胭脂、葡萄虾、大明虾、鲈虾、白虾、脚虾和草虾八种虾兵虾将大集合，让爱吃虾的你一次满足所有的口感。对，然后它的壳上面会有一些肉啊，高的超好。要再捏，捏一下，往前推一下，往前推一下，那个甜味直接冲到那个喉咙深处。真的吗？哇塞，怎么这么甜啊？其实跟刚刚那个烤的不太一样，没错，它外面壳其实还蛮好咬的，然后里面又是很嫩，然后最主要是它真的比刚刚盐烤的还要鲜甜。是，我觉得它的虾膏很像大闸蟹的公的那个膏，没错。我在吃了这个虾，仿佛就回到1920的大稻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是大稻城最繁华、最黄金时代的时候。是。所以这个虾经过这个高汤，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一口里面。好，进行下一条虾。你一边讲一边讲。好吃哦。好坏哦。是啊，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。他真的好心虚。你以为吃完这锅金多虾火锅就说 happy ending 了吗？这些剩下来的蔬菜和虾汤底拿来做成杂炊粥，保准你马上就可以吃上好几碗哦！真的是太超值了，一锅竟然有这么多重的享受，不怕你吃不饱，就怕你吃不完。想吃这么大气的虾料理，这里哦可是全年不缺货。哎，各位，今天这个有够虾锅，不晓得吃饱了没有啊？好满意哦，应该满意吧？不要笑了，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一年一度不见得会出现一次的龙宫使者。龙宫使者，这世人唔捌看到的一杯鱼啊！对啊，真的。那这次的名称叫黄带鱼。黄带，皇上的腰带。然后呢，它的生存环境啊，一般都是在水深1000米到2000米，这么深，好深的海底哦。对，所以它居住的环境就是龙宫。很深，一般人是去。它因为环境移动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地震，你是不是会马上往房子外面跑？是，对。那一样，环境移动，它就往上跑。哦，对。那我可以摸摸看它吗？哦，当然可以啊。你敢吗？试试看。我真的好勇敢。你要摸这边哦，不可以摸头，它会咬你哦。屁啦！你学聪明了耶！你学聪明了耶！可以摸哪里？这里。摸哪里就摸哪里。哎呦，怎么感觉？怎样？就是 QQ 的啊，就呆呆的感觉。哎，冰冰的。有没有戳过眼睛？没
有。没戳我的眼睛，我们戳鱼眼睛。可以这样子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摸就好。好水，好大一个，就是得比我那个酱油的那个盘子还要大的一个。而且它有那个水波纹哎，水汪汪哎。好痛哦！快大哥，哎是是是，我们要吃哪个部位呢？啊，真正最好吃的部位在这边。中段点吧。哦，老板，你到底很后面的，你都真正最好吃的部位。老板用尾巴吗？是骨头吗？可以让我们试吃这个部位吗？好，当然可以啊。真的吗？试吃，那就请我们家的小姐。麻烦你了。OK， 那现在就帮各位去准备喽。好，谢谢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哇，好香哦！这样都会推的。真的，它看起来就是那个胶原蛋白很多。没错，没错，真的，这就是天然的胶原蛋白。咱们开始吧。话不多说。哇，好可爱，它的果冻了，真的。而且我发现它比旁边的豆腐还要多。真的，对啊，怎么会？你看豆腐没有啊？对啊，没有。而且你看，它是整个它。任何一个部位都是，我要来吃，我也要来吃，我要来吃。有比果冻还要再绵密吗？我觉得是布丁的口感了，比布丁再软一点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鱼，哎，入口即化，真的太特别了。是，重点是它是从这么深的海底流上来，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很扎实、很有嚼劲才对，结果它居然是软绵绵的。对，因为它的鱼肉就是这个特质。对，我第一次吃到鱼比那个嫩豆腐还要更嫩哦，它那个真的有点像是，突然间想起小芝的，小芝最常形容是就像 baby 的屁股一样嫩。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，想要吃到这个外形凶猛、肉质比豆腐还要 Q 嫩嫩的深海黄带鱼可没这么容易哦。吃它完全靠运气，加上简单不炫技的调味和烹调，就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哦。补完身体，精神百倍啦！大稻埕除了最热闹的宁夏夜市、永乐市场和慈顺宫小吃之外，在延平北路上的太平市场更是在地人最爱逛的所在。南哥跟大北皮今天就要带我们去吃剧组大推的同班小吃喽！好耶，宝妈于恩这边呢，就是我们平常拍戏的时候马大哥跟我们介绍的太平市场，但是这边是一个菜市场嘛，对，有东西吃。我跟你讲，美食就藏在菜市场里面。是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们平常拍戏啊，剧组不都会订很多便当吗？我们大稻埕剧组呢非常贴心，有各式各样的。然后我们在那边时候，那个拍戏的时候就吃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红烧肉。嗯，红烧肉就是红烧肉，让我胖了3公斤的红烧肉。真的，本来你吃东西很节制哎，但是因为太好吃了，讲着讲着就到了这一间，就是这一间，就是这一间，这一间呢红烧肉，光红烧肉就有6种。你打工工丁去给你熬粥包，辣酱，对对，倒可怜啦，你慢搞我妈咪骗哦，不会，有恐吓。阿姨，你大声甲讲出来，是多少种？莲吧，莲吧，松板肉，松板肉，哎，小不点，小，就豆，小不点，哎，靠近尾巴的，阿姨，口碑注意啦，哦，好，阿姨也有三层吧，一个排肉，排肉，对，哦，阿姨有前腿肉，哎，不能管，前腿肉，阿姨有6种啊，对，所以这款吃落去拢。口感不啦，哎，口感不一样，对，我好喜欢三层。哎呀，你怎么呢？真假？小不点，这几个小不点，看久可以吗？先吃。讲过吗？小不点，来过来，加起来哦，超好吃哦。后面有一个，哎，已经开吃哎。哎，我们这个可以吗？这个超会看出来，讲就好吃哎，真的可以吃。这是用心呢，看我好 juicy 哦。好不好吃？外面那个皮脆的，对，再包覆那层一点点的有干干的油，然后在中间一层瘦肉，然后在下面一层一点点油脂，在下面一层脆的。
妈妈，你的舌头是神舌头哎！哎呦，这刚咬一口，全部的骨啊都是用的神汤感都出来了，每一层都这么明显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肉汁就这样我流出来，它不干，完全不干。嗯，来阿姨，阿姨加好啊，现在全松粉嘞，它松粉要啊，松粉。啊，你给我切几块了？哎。开始哦，你话伊，真的讲这个。阿姨对自己的肉哈，阿姨对自己的肉很有信心，所以阿姨这样一直疯狂，一直剪，一直剪，一直剪。松板猪，对，松板，真的是一斤两百斤耶。哦，是哦，好嫩哦，好甜哦，嗯，口感就不一样哦。好嫩，嗯。啊，我松板猪加料，哎，啊，搁有啥冷冷盐迄个，冷盐迄个。虽然只剩第二层了，两层，这边都是的，全部哇！而且我觉得这边的那个外皮是那么的厚哎，因为外面看到大的其实是蛮厚的，真的，它那个粉其实很薄，有没有？你看它的这样薄薄，它的是薄薄的，它的那个肉，它的外面那个皮是超薄的，虽然它是有裹粉，但是它的裹粉是裹一点点，没有。这个肉大过于它外面的那个皮，对，你这边自己来哦，好好妈妈吃，继续吃，对，好好吃哦，对，就是另外一种口感，每一个口感都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，口感不一样是因为它嚼劲不一样，对，那有的人喜欢多带一点肥肥的感觉，这个都没有肥，但是我呢，我就觉得松板的跟它那个这个的二层肉，我就已经非常优完美，这个。是我现在目前为止的第一名，就是二爷，第一爷，阿姨行又一爷呐，对。没想到这里的配角比主角够咖厉害，这里的红烧肉环肥燕瘦各有人爱，要肥一点的、瘦一点的、偏软嫩还是有嚼劲的都可以选择哦。不过来行的都知道，来家点一盘综合的就可以享受六种口感咯。这一家除了红烧肉之外还有非常厉害的面。面对，因为那这个红烧肉，哎，你好没虾米哦，来在录两个人家的吗？没讲话吗？好啊，我一起讲话嘛嘞。好，哦，当然哦，这一定要试试。好，很软哦。阿姨这个很厉害，因为阿姨还没放，没有，她还没放到牙齿舌头里面，都很 Q。阿姨很快哎，我觉得她学你。两个又要再介绍我们吃别样东西了，因为你知道吃红烧肉就一定要配什么？配什么？肉吃多了是不是要有点清爽的东西来解渴一下？是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家的汤，它的汤头呢是用好几种蔬果去熬出来，所以它的汤是属于健康的汤。对，而且自然甜，自然甜。对，这样子，阿姨又端出来了，马上又马上有。哇！看看它没有。蛋仔面啊什么，你没有办法喝到那种清甜的汤，有时候我都会只有吃面，我不喝汤。但这碗面是可以先喝汤再吃面，那我觉得这碗油面呢、啊、超适合配蛋仔面的，真的。它是来这边就可以，这个红烧肉配上这个什锦面一个套餐。好，第一关你们赢了，你们赞。除了这里的红烧肉，我特别要推荐这里的黑白切猪肝。花枝和生肠都是来这里老饕一定指定要吃的呢。老板切的实在有够厚，只要花少少的钱，你就可以吃到肚皮撑开了。那大道城还有一个新的玩法，对，很有名的玩法。没错，现在最新最夯的玩法就是导览。导览，对，用导览的方式来游大道城。那重点是。我们去欧洲有可能就知道导览，大道城也要导览。当然，你看前面好像就有一些人在那导览，对不对？蒙地头金厝头，蒙地鬼春家会，蒙地水大富贵。哇，好啊，好啊，蒙地
的话，其实这边有很多历史建筑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呢？是因为这边有非常轻、非常轻的伴手礼，是只有0.02公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伴手礼很轻，是这样子拿来当伴手礼送给人家，不是？对啊，这样会不会不好意思？哎，我们看看这个透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五爸爸有魅力，阿弟爸爸有魅力，魅力超酷的，试试看。而且闻的也很香哎，好汁好汁，有听到吗？完全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啊，它不只是菲力，我觉得它是松板牛肉的改良版。对啊，这样会不会不好意思？哎，失礼，有一句，有一句话叫“礼轻情意重”。哎，刀臣的最佳店，不好意思，我很熟，所以你们就跟着我来。打给你哦。OK， 没事，我老婆告诉他们，你比较差的东西给他们吃。好，比较差，无啥 VIP 的好人家。安尼啊，一种0.02是啥物？杏仁肉卷吼，迄绝对让你闻到开。杏仁的薄片，薄片我们看看这个透光了，透光，好薄哦。好，老陶哥说0.02就是0.02吗？我不相信，肯定0.02。可以就来零了，熊准了。来，0.02你不到零，不到0.1耶，真的就是完全没有，我觉得没有到0.2。你们这种东西不用嚼，放到舌头里面，好，不用用牙齿，就化开，试试看，太好吃了，而且那个声音好好听哦，好脆，这么薄还可以这么脆，它越嚼越香哎。有回来的那个味道，有没有？反而会觉得说，好像这么薄的话，它那个肉味、猪肉的那个香味会跑掉，但是完全没有，它完全锁在这张纸里面，太厉害了！真的。别小看这0.02公分的杏仁猪肉籽，日本和香港的观光客来到这里都是整箱整箱的搬回去哦。厉害的不哪家，头家第二个厉害，搁被捧出来啊！第二样就镜头嘛。就是一只梨，一只梨内底有两滴，很少就对了。对，真少。嗯，它就比杏仁片厚一点点。你有没有发现？就是这个目测，你们就会知道它比杏仁片稍微。这个吃的时候是用吃的，用吃的，不是用纹路。对，顺着它，顺着纹路你吃吃看。啊，这是规片的肉落去做的。规块安尼去做的。所以还看得到那个肉的那个纹路，这样一条一条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有吗？有嚼劲吗？越嚼越香的感觉。它跟杏仁片是不一样，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它嚼到后面是其实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中药香，留在那个果香里面。对。OK。第三行，我来带恁来看，有肉毛花粒，啊，地肉毛花粒，花粒，行，好，咱来去看，好，花粒，对，行。来，这个拄仔你讲的，有肉甲地肉拢有花粒，这个就是花粒，花粒，这个就花粒，真的还假的？0.3到0.5公分，真的。它有两种的口味，一种厚，一种软绵。你看，它的厚度好厚哦，真的。它可以，可以再细嚼的。对哦，没有牙齿也可以吃得下。真的吗？你看，因为我是讲它高，快，真的哦。没有，很轻松的嚼。排骨便当，排骨会回来，超厚的。试试看。哇，而且用闻的也很香哎。好汁，好汁，咬得动吗？完全可以，真的。我觉得啊，它不只是菲力，我觉得它是松板牛肉的改良版。它真的像我们吃的那种排骨一样，你知道，因为咬它就还有肉汁，真的，居然还有肉汁哦。而且你看它这个肉那个薄面啊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那个肉还是完整，有那个肉丝的纹路。不管是切肉还是选肉，都是做肉干的大学问。陶哥啊，为了要维持好的品质，连肉干都投保责任险呢，而且制作过程也完全透明公开化，
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可以吃得安心又开心。接下来呢，带各位来到我们迪化街北街，拥有很多历史建筑的一个老街。有非常多雪湖，雪湖就是雪湖。哎，无处没有紫色道道大道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宣传做得太优秀了，对不对？这间百年老屋，百年前是一间米行，那它里面呢会有一个提神醒脑、消除疲劳的秘宝，你们想不想找看看呢？提神醒脑又可以消除疲劳，对，在米行里面，我觉得就是小鲜肉，哎，那就在这啊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吧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讲，你刚刚说是新台币啊。但是不能说出来，他爱情，我爱情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找看看吧。不能输他们，真的。虽然这个大道城现在是他们的地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能输，我们不能让，我们一定要找到。没错。哎，这有香味啊！真的啊！但是我觉得不可能，没那么简单。这间闽南式街屋其实是一间米行，后来经过改造活化之后，现在不但可以看到艺术展览，还有米食商品以及文创设计可以参观。不过，看我跟妈咪东找找西翻翻的，而南哥和大北鼻却在那边凉飕飕的喝茶，难不成他们已经知道秘宝是什么了吗？我们刚刚就是在那边喝茶，然后赏画，所以该不会是那个？我觉得那幅画可以去看看，可以去看看啊！真的吗？哦，看看有没有提神醒脑、消除疲劳的效果？真的。这个有香味，你搞黑了！他说细细长长的，就是这个包子，你把它算是梅肉就算了，现在卤鸡脚你还跟我说它是甜的？你的卤鸡脚很厉害哦，连骨头都可以化开的。1930年，我们上个世纪台湾非常优秀的画家郭雪湖老师的作品，但是呢，1930年，对，1930年南街英正，对。阿娘，你希望我将来是什么款的人？你都吼，走你家己的路，迄路一个弯吼，边啊风景都拢无同呢。我着定啊，我是郭雪湖。你们要找的秘宝不是他。这一幅画其实在我们戏里面非常有意义，没错，对我们因为这幅画是郭雪湖老师非常著名的一幅画，南街英正嘛，所以这幅画经常会出现在我们可能片头片尾。既然秘宝不是米，也不是这南街英正的画，到底是什么呢？ Maggie， 你就别再卖关子了，为各位解答，我们要寻找的秘宝就是它啊！这个，我刚刚在一进门口我就有摸它一下，我也是。可是刚刚说提神醒脑，睡觉怎么提神醒脑？对啊，都要睡觉，为什么要提神醒脑？有一次茶农的长辈就跟我们说，是因为我们人都有湿气嘛，然后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茶汁它是吸收你身体的湿气，茶会才有把我们对湿气。然后我们就是有设定好了捐印的活动，大家挑好了自己喜欢的板子，今天就可以带回家。好，对，这真的实在是太有趣了。来这里做这个茶叶枕头，让自己一夜好眠。大道城的新玩法，不知道 baby 们笔记了没有啊？导览小旅行带你去认识文化历史和买买伴手礼，不管是南街中药，或是年货，还是北街的霸座跟农具，都能让这个一日游长知识又收获摸摸摸哦。颜值帅哥美女，因为要赶着回去拍戏，接下来就剩下我们母女俩自己去玩哦。手做甜品，荔枝巧克力，这是报纸哎！哎，妈咪，怎么可能？妈咪啊，天气这么好，你不要在那边做报纸。哎，不是，
走了。不是，于小安全，我跟你讲啊，这边是报纸哎，重点是报纸里面，你看，全部都是金沙甜点哎，怎么可能？好厉害哦！喜欢我们的美女，有看到喜欢的吗？哎，你好，整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刚刚再说一次，你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美女啊。这不是报纸吗？报纸，我妈咪说这是报纸。里面都是我们的商品，可以尝看看我们的卤鸡脚。卤鸡脚？对。甜点店卤什么鸡脚啊？这个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报纸你把它说的是美女就算了，现在卤鸡脚你还跟我说它是甜的，少女羞羞脸。这是下午茶，没错。这个好酷，这个松饼是这样叠上来，然后上面放满棉花糖哎。卤鸡脚很厉害哦，连骨头都可以化开的。骨头可以？真的不信我们那边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我行啦，卤鸡脚。走，谢谢。是甜的。行啦，行啦。真的还假的？哇，妈咪！哇！嗨，你好。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这个糖果看起来超可爱的。它都是巧克力哦。全部都是。没错。这个是巧克力。看到的都是巧克力哦，好神的巧克力哦！旁边这个一男一女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哦，这是我们的主打商品，这个叫七色巧克力。你知道彩虹的颜色吗？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。想考我？哎呦，聪明啦！这样，这是我们的。哇！那可以吃了吗？是吗？可以吗？在吃巧克力之前呢，要用舌头去感受它，不要用牙齿去咬。我有吃到这个紫色的是蓝莓。还有一个叫做黑醋栗，这个黄色呢是马苏，没错没错，水哦，好吃的。那接下来你要介绍我们吃什么？那大人的巧克力，你们敢喝酒吗？应该敢，大人的口味。我可以小酌，有吗？有吗？我今天要推荐的是这个，这个炮弹，它叫是高粱酒巧克力。哎，高粱酒我不行哎，但是我身边有一个超厉害的人，谁？这一颗我就要送给我心爱的。没 Q 哎，怎么自己就来了？你管安妮比那里昂贡贡。妈妈这个一定要喝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像你想象的那种酒糖，那个高粱酒你一入口的时候，它是跟刚刚的巧克力有点 match 的。加起来。然后那个酒香是从子宫散发的，它不像那种咬上去那是喷出来的那种酒。平常阿布拉是坐在那边这样子摄影啊什么，然后在我面前讲口感呢。他是我们的鼻祖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品酒师呢？品酒师哦，你这永成高有冇办啊？丢嘛，你看五颜六色的巧克力造型多达50多种哎，不但很有视觉效果，也非常有创意，怎么能让人不融化呢？我还是很好奇，卤鸡脚怎么会出现在这么有气质的甜点店呢？是我们的卤鸡脚巧克力。卤鸡脚巧克力，它上面还有很多口味，什么芥末、油葱酥、八角、蒜味、九层塔，这个吗？好，你试看看。可是你知道那个鸡脚做的真的是太离谱了，超级强哎！它每一个纹路都做得很好，而且就有点像鸡的指纹。其实八角跟九层塔对年轻的人都会有一种总觉得说，哎，我想一下。对啊，而且其实我不知道八角是长怎么样。八角好香哦，好香哦！没有，吃起来脆脆的哦。感觉怎样？试看。它是一种香料。不是很好吃。现在要试吃这个八角跟巧克力的融合，是巧克力的味道。没错。怎样？刚刚你在啃那个八角的时候。味道有在这个巧克力里面，有微微的，可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所以这只鸡脚是甜还是咸的？它是。它是甜的，可是会有那个八角的香气。所以是甜的，是甜的，有点颠覆我的想象哎，它味道意外的，我觉得跟巧克力很融合在一起。Eric
的说，会想到用鸡脚和中式的口味做结合，主要是因为外国人啊都不太敢吃鸡脚，所以才会想到用巧克力做一个外形逼真的鸡爪造型。没想到啊，做出来的口感还蛮成功的哦，很适合喜欢尝鲜的人。除了巧克力，这里还有很多下午茶可以吃哦。是我们的少女羞羞脸，少女羞羞脸下午茶，没错，这个好酷，这个松饼是这样叠上来，然后上面放满棉花糖，哎，对，那我再帮你上另一个，哦，还有另一坨，这是什么？我的厚脸皮左中糖汁，宝贝，开始，妈咪你来吃，它的棉花糖是小颗的，嗯，就好像你吃下去的口感就是松饼配粉圆。但是呢，这个棉花糖是入口即化的，所以厚脸皮是什么口味啊？厚脸皮它就是松饼做成厚的，高达3公分厚的松饼，而且这个松饼我们是做咸的，是做那个道地的料理左宗棠鸡。左宗棠鸡没有错，这个吃法有很多种，甚至可以像汉堡一样夹起来吃。哦，夹起来。对。我觉得它是鸡蛋糕，咸的鸡蛋糕，而且更密实。对，很好喝。对啊，没想到松饼也可以用得这么有创意耶，点上一杯特调饮料搭配松饼，悠闲的度过下午茶时间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到在地人的灶咖寻宝去，来百年的米行回味大道城的老时光，体验手做 DIY， 最后好好犒赏自己，尝一下珍贵帝王级的葡萄虾，才是最美的 ending。周休假期出发吧，探究青春，喝青头。我小时候是听我妈妈说，我不太会进食，是因为我在她肚子里的时候，她一直吃鱼眼睛，然后我就没有进食。我也是这样子，我小时候是你好啊，好棒哦！我真的觉得很感动，我是真的很认真想跟大家分享，这个也是好吧？你知不知道？小树差在哪里？哦，小树比较好培养哦。错，大树跟小树差在土里的。什么？你不是说要讲冷笑话？是不是？心疼你是不是？你看我要忍住这个笑话。我后悔了。